现在呢在河南安阳，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公园里面，这个公园是安阳的四大公园之一了，是一园。因为这个安阳呢，它是周易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呢它就是为了展现这个地域特色嘛，是吧，展示这个丰富多彩的古都文化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选择了一个就是以一园为名的这个公园名字。河南安阳呢，它是八大古都之一，七朝孤城啊，所以说呢是名不虚传的，每个地方都透露出了历史文化气息。从古代到现代的话，这个安阳这座城市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想想看看，那么多朝代在此建立都城，是吧，延续了200多年所以说呢这个到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城市还是非常不错的，值得来探索。现在呢我们就出发去其他的地方去逛一逛，看人家在这里锻炼身体呢。和神韵，探索那些被甲骨文记录的历史与文化。同学们要带着问题去参观，多去思考，多探讨，从而加深对文字和甲骨文历史的认识。下面我宣布邢台市北关街小学走进文化故都探索殷墟奥秘主题研学活动开营仪式正式开始。Thank you.